本期的会火组合局即将整蛊的嘉宾是新生代女演员赵露思。你不想我的肚子，你们都说我疯了，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才疯了呢？ Hello， 嗯， It's me， Are you ready？ 听得到我说话吗？吕兄，吕哥，跑起来好吧。吸收了上一次成功整蛊董力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沿用了同一个虚构的网剧作为基础，邀请赵露思前来试戏。露思在试戏前充分准备，甚至素颜到场，而即将面对她的却是几个极不靠谱的选角导演，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试戏台词。当认真的露思遭遇离奇的选角现场，她会是什么反应呢？来，现在是第一次吗？嗯，是吗？我也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次其实很简单。接下来导演就要开始讲述虚构剧本的宏大故事背景，而看似正常的导演也即将出现奇怪的举动。面对这样奇怪的行为，被蒙在鼓里的露丝会是什么反应呢？好，请进。因为剧本现在暂时还在一个保密的阶段，所以你可能只能看到一些，等会给你看一些片段，你大概了解一下。嗯。然后你之前没有这样子正式的试过戏是吗？嗯。上的一个被导演吃瓜现场有点搞晕的露丝，应该想不到我们还安排了其中一位选角导演扮演他的超级花痴男粉丝。面对这样的男犯，露丝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要求的这个角色就是要会说四川话，会说很多方言，因为他辗转了很多地方，所以他本来就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方言能力。哦，这样就是不找我了。那其中这个方言是吧？嗯，好几个，嗯，三个，对，对，然后，对，然后。这个为什么这么高兴？这么高兴？我看到就好喜欢你们，就好喜欢你们。Para mí la limpio, una linda boca ni pi. 露丝，你平时有会其他的？除了因为你是四川人，他说四川话，他说台湾话，他说东北话。Para mí la limpio。你怎么那么了解？哈哈哈哈哈！对啊，然后还插话，你随意插话吧。啊，也来试一下。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每件事情要做到，答应我每件事情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个话都要相信，我讲的每个话都要相信，不许欺负我，妈，我要相信我，我开心了你就得陪着我开心，永远能够到手的啊，我是最漂亮的，梦里要梦到我，你的心里也只有我。三个方言，四个吧，后面是最后一个是上海话。露丝出色地完成了方言试戏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还安排了这位奇怪的粉丝导演和露丝对戏，不知道露丝面对这样的对手戏演员还能镇定地表演吗？你什么都不缺，但你缺个啥你知道吗？我是觉得你缺个人照顾你，你缺一个人，就是他对你好。放眼望去啊，你身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谁？你感受一下呀，就是那种特别文静美哈、啊、主要是美美，然后他试试，要不
那表演是了。露丝非常专业地演出了告白这一题目，但是下一个试戏题目将是最狗血的闺蜜吵架戏码。我们将派出节目组的天选搭戏女孩来搭戏，不知道露丝能否保住她的戏份不被抢戏呢？你看这个也打搭戏啊，他们都很准，他们这几个你试一下。我们就跟我一样，站在那里读台词就可以了。你就读就可以了。对，你就只读就行。我就读啊。对，你就读就行。因为我没有搭过，你随便读。以我的。你至少跟我解释一下，你们两个为什么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一直都相信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在一块儿？既然你都发现了，我就实话实说吧。没错，我们就是在一起了。欧阳东东说他很喜欢我，他说你四川口音重，开始听还觉得，这个男的是有多喝？因为我四川口音重。这个时候可能有些肢体接触，然后后来不小心就是失手打了他一巴掌，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在这个举动下去之后，所以你整个心里就是一个大崩溃的状态。你至少告诉我这张照片怎么回事吧？就普通同学一起逛街啊。你和我男朋友去逛街。你们俩有说有笑的走在这个路上，你告诉我只是普通朋友逛逛街。没错，我跟欧阳东东在一起了，他说他很喜欢我，他说你刚开始接触有点意思，后来就觉得有点土。当然没有告诉你也是为你好，不过你现在才发现你心也太大了吧。首先欢迎露丝来到我们会火组合局，现在都不想鼓掌了是吗？我很想鼓掌啊。跟会火组合局的粉丝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露丝。
特别好，我觉得刚刚整一系列下来就完全没注意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好多镜头啊，你都没发现。我有，你刚刚说有一个在天上，我不是在天上，是管道上。我一看这个环境，我就感觉就是没有筹备好，就是可能筹备一两个月就会凉凉的那种剧组。但是你还是试了呀。我还试了，我就觉得说来都来了，来还是认真。中国人习惯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来者都是客。哎呀，那不如遵守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怎么能行呢？是吧？来一下我们的干一杯。这边是我的，这些雨砖水杯子，这边是嘉宾的。怎么说呢？因为是大咖，来大咖必须要大杯。我做小咖，无名之杯就用小杯。来，祝你的演艺之路每次试戏都非常成功。谢谢。来，干一口干哦。干了啊。干了。你干了。我祝你的演艺事务一飞方风顺，你祝我的节目我越来越火，是吧？我火越来越火。好，那你喝完。我说女人都变成这样的啊。果然我火得很难啊，我啊，我很难火啊。火得很好，火只是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装那种带气的。真的是很配合我们节目。你进到试戏间的时候跟你以前的试戏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就是导演不会夸你的。不会夸你？你看你们。哎，你是这样，是这样，我们想的是这样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太棒了，这么表演太棒了。挺好挺好。我觉得后面说的那个点非常好。当时你可以看视频，我是马上瞪着看他们。他顶多会说我觉得不错。就这个看出来不对，其他的没什么不对，就是环节太多了。因为我们要主要突出最后那个三巴掌那个东西，所以前面是必须有很多东西不能让你多想的。哦，怪不得你就没多想。我一点多想都没有。今天真的很成功哎，你知道吗？我们在看的时候前面是假鼓励，看到你在哭的时候很怕你是真的就是被冤枉会想哭。没有，那个是在那戏里还没出来呢，还有一场戏。我说哎，怎么没演完，你的人呢？他说爸妈都没打过。爸妈都没打过我。然后我就自己看自己手，我手没感觉。我是觉得说很奇怪，我手真没感觉。整蛊非常成功，就是至少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对演戏非常认真的演员啊。你刚刚试戏如果不通过的话你就直接走了，我们这个采访也没了。不通过。对啊，怎么不通过？就是如果你演的不好的话，我们就直接这采访也没有。你也没达到我们宣传的这个标准。我们宣传标准是95分。现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就变成这样了，就是现实。对，好，现在给你宣传的机会，说一下这两部剧的角色吧。其实我觉得这两部剧角色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挑战。对，在戏里就是会觉得说跟之前的角色肯定是有所不同的。这具体的很多细节跟更多精彩的部分希望大家自己去看。谢谢。哇塞，整个就是把它批下来，这框架叫场面化。你好爱，现在女人都必须要培训场面化是吗？没有。你是自己会学会还是跟谁学的呢？没有。跟同公司哪个艺人学的呢？是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哦，这场让你回到场面化的问题太多了。对。哪家媒体呢？好恶毒啊。你真的好恶毒。姐推荐一个好友来我们节目，这种整蛊节目。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哎，你推荐谁？我们是一个大套子，好，全全套住。这我可以来帮忙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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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可以可以。我其实最想整的人是老谷。为什么？李嘉诚。为什么？他是因为我每一次直播或者是我有任何的那个照片啊什么，他都会来骂我。啊，他真实的骂你？真的骂我。哇，就我不是那种骂，就比如说调侃你，公司你唱首歌吧，他立马给我发消息微信，啊，就一个手机看我直播，一个手机开始骂我，你知道吗？他是键盘侠，没有见过。他就是网暴本人。网暴。网暴。对于这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整他。怎么整？哎呀，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老谷虽然我们在一起啊，嗯，从来没有生过我气，啊，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个脾气特好的人，嗯，但是吧，我又不知道他点在哪。我们就试试他的点。而且老谷生气就是你看不出来他生气。没事啊，我们假装看不出来他生气。但是关键是老谷他是一个没有表情的人。哦，对，他不会反应，不会像你这样会崩溃。他没有反应的。那找个有反应的。找个有反应的，肖战吧。哦，肖战啊，他有反应吗？哦，我觉得应该有。哦，那好吧，那我们。不过我觉得站着嘛，就是
现在很多人喜欢他，我不知道你们节目有没有人喜欢他，我都不知道。还好，算了吧，还好吧。我看你们对他好像兴趣也不是很大，算了吧。这两个我们会酌情考虑的，然后我们会导演组有十个人会集体讨论，好，到底谁最适合我们。最后结束呢，正儿八经给你拍三家拍。他不会里面爆出什么火花什么的。你看看看镜头来，镜头。好的，对。就像最近你要播那个《青鸾传》，又是女一耶。接下来还有一部戏。对，天雷一部之《春花秋月》。两部都是女一。嗯。这可能是哎，之前看你的《皇帝陛下》可能有人拖着吧。最近这两部戏呢？对啊，就是啊。纯靠自己。纯靠自己。就是靠这样的试戏，那么认真。但是每一次认真的试戏，就会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达到了吗？达不到了，你看今天。今天达到了呀，你看你就是女今天的女一啊。哇哦。就是你试戏现在只是女一了，是吧？露丝绝不拍你了。啊，我可没这么说。就算是章子怡来了。导演们，你们好，我是什么戏都可以去尝试。就是章子怡来了也 OK。就算是章子怡拍女一，她也不拍你了，她必须女一。不是，不是这样的，是我是觉得说，就是角色不分大小。给我再给打过来，说场面话，那你就全程一直跟我说场面话。好，全程。开始吗？告诉你件事，你告诉你啊。看你在那拿着手机傻笑了好久，肯定是好事吧？说吧。啥？你声音太小了，听不进，听。不好意思。没事，没关系，我有点紧张，因为有机器对着。不要紧，我们真的不会拍到你，他想要学习的素材，你就要给他打。没关系的，没关系，你打到他了。你声音太小了，我没听清。我说我。其实我心里一直特没底儿，你说我又不淑女，怕我自己配不上他。